棒哦，对啊，我的玩法是这样子啊，保个两场，第三场就可能就是凭运气了，看他们要刀小鱼，或是我们去保杀手，感觉这是推单啊，又是有眼，我是你们来了，应该是推单啊，哎，我这个特工玩得很不错，很棒啊，我这个刚刚特工做得很棒，你照我的剧本可是走我不诶、欸。是这么玩的耶，哇，杀手快死光了。嗯，杀手剩一个，已经剩一个了啦，二四六，剩一对个，吧？剩一个，剩一个啊，很好找了，警察都没找到，二四，不好打，所以基本上剩下的警察可以直接开始跳出来了吧？谁是警察这样子就可以，警察就应该就小鱼，就四个人，四个人跳出来叫我们自首啊，然后看谁不想要澄清或什么的。哇，小鱼还是没出来，他小鱼不是。他被针啊！他被针，他被针，他永远死不了啊！其实超强哎、欸，抓到抓到了。可是如果你他没有被 star gal， 你双跟他那个挂掉啊？没有啊，他被杀被救起来那个针不算。没有狙击的话，哦，啊狙击死了、啊，那、啊、就刚刚狙击没打中啊。哦，哇，照剧本走哎、欸。就说要狙呱呱啵，回去喽，回去喽，回去。你回不去，好厉害！我刚愣了一秒哦，我第一次看到四位警察很多刀哎、欸，对，第一次看到四个警察全部都活着，就只是一个警察一开始就跳出来还没死，大翻，哈，太大声了，你声音太恐怖了，你超大声的，我调小声一点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继续讲，我要调50，啊。啊！有人知道啦！哎、找到知道，为什么会知道？就扎到红地啊！找到地的，自己人，歪了，自己人哇！是啊。爆麦！吼吼！哇！哇！哇！金水说话。四号，对对，这个大概也是死人员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！你是不是又想刺我啊？不是，我是特工。你是特工？对，医生保我，我真的是特工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保的是 Joker， 然后没事。谢谢啊。那你刚刚为什么要扎我？哎、欸，我要重新扎。哦，这是私人恩怨。哦，那收票，收票，收票，金水说收票，收票，收票，金水说投生母。我当掉了，我当掉了。啊？现在是那个狙击可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木？为什么会投17啊？啊，真的木？没有啊，我金水，听我的。哦，听教授的。对的，谢谢。OK， 听教授。好。哦。有个投四号。啊。啊，我不能打中文，我等下要加那个了。哇。你看。你太快了。可是我没有杀，我没有保人的话比较刚好。这个语言、哦，等下我哎、欸、打 HTTPS 那个是会重整吗？还是不会？会重整，会重整、哦啊。那我等下，因为我刚刚突然发现，哎、欸，医生还活着哈、哦，医生刀留着。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刀。哎、欸，还活着，你还活着。都很容易跳掉哎、欸。咦、嗯？我还没。他十一是有月。为什么他不该活过第一晚？你活太久了，你活太久了，你有问题，你活太久了。对啊，你活太久了，你活太久了。你有什么想狡辩的吗？凭什么活过第一晚？司马不公啊！凭什么活过第一晚？对啊，我是蓝的，该是我，我是蓝底啊。你是蓝的，你是蓝的。我是男的啊！骗你是男的，你骗谁啊？我想用，让我打完继续当天下去。哇，不用打了，你下去了，你可以慢慢打，拜拜你下去再打。感谢。靠，还有那么多子弹可以打。对啊，他已经用掉了两发了吧？对啊，已经有三发了吧？可以死还有两发。八。哇。哇。这太准了吧？哎，我真的觉得刚才那把有点有退单哎、欸。推，没有，这时候要等最后一个警察打字。13，对，等 Joker 的。叫什么叫？
那我慢慢看。他在打字。这个警察一定有查到或没查到啊，等他打。嗯。如果他不会打字的话。他告诉我们谁，就是一个平民也好啊。他遗言是不是没？怎么不打平单？我来不及按。哦。七平。哇，七平。七平。我是七号哎、欸，耶、yeah! ！谢谢大家。我也是一个金水。啊，好。哦，好哦。拜拜。我没巨单，巨单就照六月的。三七八，哎呦，霍斯死了。是啊。再会吧。哎，狙击剩几颗啊？先等教主遗言吧。一发吧，啊、不是没了吧？六 K。都在一换一耶、欸，嗯，可以可以，这一局好拉扯，剩一个，所以警察另外一个是谁啊？阿威，啊你们杀手嘞？啊对，阿飞进来好多东西啊，阿飞杀手另外是谁？龚宇翔，龚宇啊，十三号。哦，刚切 S 杀错了，然后切回视窗，突然不能点针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查到了吧？冰山点下去了，天啊！刚刚是刚刚我记得，哎、欸，查到了，查到了，没有查到，哦、我感觉是推单诶、欸，那是推单，推单，推单，那是推单，那是刮刮留下来的推单，嗯，过关的推单。我记得小哥，好吧，再关麦就杀我，可以上去了。赢了，漂亮，漂亮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。喂，我打一下那个哦。哪个 ？https 啊。好好。巨单，等我一下，我从。我要打中文。你要等我一下。我想打中文。看，这就是一个心机游戏啊！哎，啊！你刚刚你刚刚提早跳上去，你就赢了哎、欸。如果是一比一的话，等一下，那现在台本来应该这样才对啊，早该这样啊。居月结束，人物是无名。哎哎哎，好了吗？进来了。哎，是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打中文了。六月在哪里、啊？传球。哦。我不要。不想啊。我拒绝。我拒绝。拒绝。那跟我传嘛。哇哇，这个球，我狠狠的一哇。哇塞。哇，是的，人员。好，再见。听说我不是狙，不是我干就口的。哇，他自己、啊、没办法、啊，他已经交了，他交掉了。好吧，那个给个推单吧，妈妈。推喽。有谁吗？全都是出国的了。等一下，可是刚刚十三是杀手哎、欸。十三是杀手又怎样？刚刚上一场十三是杀手啊？谁说不会连装的？永远是连续两场杀手啊！不行啦，不能这样。我只是提出，我觉得你这个发言等下会被狙掉、哦。更有疑问。不是，可是我刚刚那么多人轮，只有四个杀手，为什么会可以轮到两？好了，我要掰了。好啦，推单啊，推单。我也是两次啊。哇，你看，你看你在怀疑人啊？你帮他讲话，你一定有问题。他帮他讲话，他有罪。不是。十四完毕就是七号了，第二完了，哇，好猛的二局，哇，可是他勾，哇，狙单剩一个子弹，六六六，十一十五，哎，等凡凡的单吧，如果凡凡会打字的话，你刚刚这个是什么？可以说，你看他打不出来啊。K 是杀 ，P 是平 ，T 是推。
打中文，打英文。好，点没了，点代表是三号。十三号吗？对，十三，没有十三，十三、十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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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的，是的，十四。我们可以讲一下所以大阪是不能打字吗？可以，不能打中文。我不会打。哦。来不及打，你可以先用喊。你去楼下请他们教你，他们会。昨天被我带起来的。对，你先去楼下问什么是 T， 什么是 G， 他们。对，教主都超会带人的。好，平民。平民。有没有法兵式推单嘛？哇！等级是开枪的特务。蛇失败问题有？平民没有。哎、欸，杀手又吵架了。杀手吵架。啊、因为没有人吵架，还有推单吗？还是没了、欸？没了。叫做当报名吗？我要当吗？那你去死好不好？好吗？好啊。你和小鱼，你们选一个。你们谁喜欢死？哎、欸，等下小鱼很安静。不是我、啊，真的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你每次都说不是你，你昨天也是这样讲，我相信你，结果我们输了。我认真，我真的是平民。我也认真，你昨天也是这样讲。我优越，为什么优越那么肯定老居？不是啊，因为要教主先讲老居啊。我说优越或是他不能改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小心把三十个点光了，白痴啊！大家拜拜，我是好人。优越很冲动呢。没有，优越，优越。哎、欸，死了！不是，那为什么你没有冲动啊？他巨单吧？哦，叶小姐，不是，哇，巨单你不能冲动啊！啊哇，鸡啊！哎、欸，这样子，金水猫猫，你一定有查我，给我个金水，拜托，给单吧，平平，推十七十八，还是推单呢、欸？推十七是什么职业？生母，他们已经说平民的呀，不一定啊。他也可以跳杀手，这样子杀手会赢哎、欸。不管了，要杀一个，是吧？不管，我来。哎、欸、哎，杀、欸、手别杀我，我是狙击，杀其他人。靠、哦，我才是 B 排斥，我才是狙击，要不然谁会第一个狙击？嗯，当然是我、啊。我才是狙击八七。你为什么现在才跳？我干嘛那么早跳八七？杀手，快点，杀手跳出来，我们赢了，杀手。我跟韦恩，你跟韦恩，那我们就这个。好，小鱼讲的话我一句都不信。他们这是警长在干什么？都是推单，平民都不说出来，我什么呀？他们这是推单，他如果打 K 十七十八，他们查到底，但是没把你说出来。我、哦、没子弹啊。对啊，然后他查了两个平民，两个平民都没死。你要给个金水啊！刚刚没杀人的那一个晚上，就被炸死了。我又被炸死了。没杀人的那个晚上是母女棒了。嗯。然后我们查你的时候，妈妈忘记点你。忘记那个晚上就是一个遗产。没有，他说我是G的话，也还好啊，只要我的杀手不要投我就好。我们是查小了一晚啊，因为有一个人没按到。哦，杀手有一晚没杀到啊。嗯，有晚是没做事的。那个晚上就生无当了。所以你不要讲话，赶快，你闭嘴，你给狙单，闭嘴，赶快给狙单。狙击在暗示你，赶快给狙单，他受不了了。他受不了你了。哎、欸。啊，可怜了。我受不了了，我要给单。我先去了。真的假的？哦，好险！八十四十六。等等，八一定是恩怨。我确定。好了好了，我被针对了。优越三连杀，对啊，他三次杀手、欸，哎、欸、我们吃广告哦，时间倒数四十秒的时候吃广告哦。哎、欸，优越四次杀，哎、欸，三次杀手、欸，哎，忍忍，这么猛啊！我随便给一个，我会有一下，
真的是运气问题、啊。运气问题，运气问题。啊、哦。原本想说开卡的，就想说啊，算了，不要浪费那个职业卡。哦、oh. ，那你的队友是谁啊？我队友，凡凡跟猫猫，还有一个啊，还有个哦，还有念念，哦，那杀手应该是赢了啦。哦，好，输了，有跳出来了。哎、欸，生母，啊，这时候如果有人跳警察，你这时候就好用了、欸。哎，对啊，你太早跳，你太早乱炸了。哦，你是被狙的哦。我是被狙的。不是啦，我说生母啦。我也是生母，是狙击乱狙啊。所以狙击是第二晚狙你哦。对啊。他没跟狙单哦。他没跟狙单。没有啊。我就是怕炸到自己人，他是一直没动啊。这样是对没错啦。可是哦，十六号是狙。哎、欸，啊，不是啊。对。那、啊、怎么猫猫打狙十六？猫猫乱讲话。我杀手啊。哦。哦。八个。狙击直接一个打十七，直接。哇塞！捏捏空中，哇！狙击，马上快把自己人杀光了。狙击，你倒是要冲桥啊！这狙击，我以为是护士吧？跟我的狙单跑。捏捏是空真实的。对，我说微微是护士吧？是微微真实的。应该是被微微真实的。嗯，我也这么想。阿威很爽。这个狙击是不是不会玩？对对，他不跟狙单跑。有点麻烦，轻手吧。都可以推十六了，他就不用狙我啦。我们来猜狙是谁？那你现在有多少？老狙反反，我猜。老狙应该不会，老狙应该不会这样。老狙会玩。我觉得是空哎、欸。小龙嘞？反反是杀手。我觉得小龙哎、欸，反反是啊，我们知道反反是杀手。应该是小龙。查到了吧？这应该要查到了，反直接跳出来说你查到了、啊，先查先跳先赢，因为也剩一个警察，他们只能一对一了 啊, 他们现在在等冰冰，冰冰回打字，阿飞推的是推的，十五三平，十五三平，嗯，啊十四，哎、欸，那警察应该是那个吧？我觉得小龙是这集，没有，还有狙啊。就保佑凡凡不要杀巨蛋那个、啊，因为狙看起来是新，狙看起来是他哎、欸，对，看看公跟老巨，老巨是特工，老巨你保应该是那个吧？通常看到一一三这个情况，抓到了吧？应该抓到，不是特工会抓得到了吧？等下狙还在、欸，所以可以赶快跳啊，先跳先赢啊，还是啊，完了，真的会玩的都死光，不好玩了。如果要跳的话，就跳杀手啊。嗯哦耶啊，好爽啊！保的人全部都没有被用到。哎、欸，狙击哥把红敌人杀光，赶快赶快，这时候跳就赢了。杀手赶快跳，赶快跳，小手赶快跳吧。杀手跳就赢了，警察快点跳。奶奶，送他。狙击还在吗？所以狙击是坏人，所以说杀手跳出来之后就赢。赢了、欸，没了，杀手赢了。狙是谁？小龙，小龙，对啊，我就跟你说是小龙，都去楼上骂小龙，楼上骂小龙，我查的全都是平民、啊，小龙，小龙为什么不跟我跟狙单跑？小龙，你啊，每场都我不，杀手会给杀手指标会给你狙击的单，就怕你狙到自己人。结果 还有，而且你刚刚有一场是温玉都已经推我了。我没看到那个呢，看聊天室，不是你要看，你要看遗言，玩家头上会有遗言，
看一眼，一样会被聊天室的骂。凶啊！真的，太会了。聊天室骂起来，聊天室有很多。聊天室骂起来，骂起来，骂起来，骂！哇哇哇！哇哇！我跟你讲，我觉得这个八号有问题啊。哇哇！哎。哇！拜拜。越深越哇！怎样？哇！护士也没。我不能讲话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哇！这个进展。哇！天哪！而且他还没遗言。干，他怎么走？冰山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？没有，冰山不能有遗言，他是被炸弹克。冰山不能讲。对啊。知道。冰山。快！天哪！你的龙没事哎，为什么？哎，悠悠为什么没死？我厉害。悠悠有问题。优良好不好？啊？哎？没事没事。而且他刚刚连生杀手不是吗？现在是报名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是平民啊。我报名的概念。哎，这个。哇。哇。对不起，我下次他帮你发几秒好了。我们下一场会杀微微的。哇哇！感觉推单这样子，给单给单，